由王伯荣、左启、张政委、林哲轩与高国辉领军的 eBaseball Camp 开训，记者林正坤社。记者林佑晨桃园报道 ，Lamigo 桃园球星王伯荣连两季缴出四成以上打击率，不仅是中职当红球星，日本球界也颇为注目。柳田优起等软硬球星去年底来台交球时就直言最关注王伯荣。去年底有日本媒体疑似误传报道王伯荣和柳田见面，经王伯荣被问及时也说两人并未碰到面。王伯荣和学员及长，记者林正坤社。王伯荣被问及是否有和柳田优起见面，坦言两人其实并未有机会碰到，我当时在飞机上吧，也是看报道才知道。事实上，王伯荣去年底赴美自主训练，连母校古堡加伤 ，offside 也无法参与，事先已和母校教练们请假 ，offside 后才抵台。与此同时，柳田优起结束台日棒球营行程后，就返日和母队软银谈薪水。不过王伯荣曾说欣赏柳田的打击，柳田抵台时也一再表达出相当关注王伯荣。王伯荣说两人虽没见面，但被欣赏的球星肯定，自己也感到开心。柳田优起在棒球营受访时提到对台湾打者王伯荣印象颇深，资料照记者林佑晨社。